今天呢，这个画的也比较难度高一点啊，就画的比较大一点的鱼啊，这个难度高。但你前面如果在第一次、第二次的鱼，你打的基础打得好的时候，这个也不会难了，它只是开始放大，多加点东西而已啊。我们来试试看啊，来试试看。OK，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现在我们来示范画比较大的鱼啊，比较大的鱼，而且我用了色彩啊，用了两个不同的色彩。那如果说算黑的鱼，上回我们示范过了，大凡它是比较属于黑的鱼的时候，我们会用蓝色来代替它，因为它黑中会反射蓝。所以说现在你看，我现在呢先蘸水。然后呢，我去蘸蓝色花青，这样慢慢进去，慢慢进去啊。我后面是淡的，我前面呢是逐渐浓，这样向前进攻啊，到它，前面是深蓝，后面是浅蓝色啊，像深蓝色、浅蓝色。然后它还不够，我再加墨下去，然后再晕开。所以我这个笔里面是墨、深蓝、浅蓝。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它很简单，我画这个大鱼呢，有两个方法。一个方法呢，先画鱼头，然后再走身体。那这个是一个方法，那个会再稍微深一点。现在呢，我把它简化，就依据刚才来讲，延伸出来变成一个大鱼头。那怎么办呢？好，你看这个笔，起笔回锋以后压笔。行笔下去啊，你们来看，回完以后，行笔一拉出去，行笔拉出去啊，拉出去，出去啊，完了以后，完了，这边会空一回，这里会空，这是我们以前画叶子，以前注意到吗？叶子这样出来的啊，完了以后，好，搭完，要把这边淡深中浅的淡表达出来。然后开始接尾巴，尾巴画尾巴的时候，注意到，我们把笔呢压扁，在盘上这样压扁一点，不要尖尖的啊，扁完以后，因为我很深，我知道我这边很深啊，我这边很深，所以说那这边呢，我不希望太深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它已经笔很干了，压扁，蘸水，头上去蘸一点水。差不多半公分的全都蘸水，然后接应出来，在这里不要马上接，退后。你看，接应，这水会比较淡，接应出来，啊，然后蘸点水，在这里，你看这里塞的地方，啊，然后因为它比较大的时候呢，它会出现。它会出现，像我们讲的，有眼眶、眼泡，把笔不要太细，扁一点，有点扁，从这里宽度，一、二，有个眼眶，这边有个眼眶，像我们讲过了，鱼大一点的时候才有眼眶啊，鱼小的时候没有眼眶。好，这眼眶完以后，那么这边呢，躺下来一个吸回来，一个吸回来，那么你看下来。然后呢，我们一样把这里鱼起来出去啊，这样出去啊，收回。那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中间一半地方会有腹鳍，这个地方是肛门，这地方有尾鳍啊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一半上面讲过，一半的地方。出现背鳍啊，出现背鳍，然后我们用最深的笔点眼睛，这时候眼睛光一笔来不及了，写一个躺下来的 V。上次是光一笔，现在 V 张口开口在前，躺下来的一个 V，因为它大了，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表达不一样了。这笔不在背上，在这个地方，这是中线，在中线这里啊出来了。那这个就是比较
大鱼的时候的画法，这个要带，这个要深，眼睛要深。好，这样完了以后，主动的把我们的笔挤干，你们也可以去换小笔，换成比较小的笔。那么我就用这个笔的尖端，笔这些蛋尖端画它的衬丝，画它里面的纹丝纹衬丝啊，笔挤干挤干挤干，然后挤干挤干挤干，好，完了以后，衬丝的时候画它的纹路啊，画它的纹路啊，背上重一点啊，要衬丝融进去啊，融进去，不要太重，湿进去。有融进去就可以了啊，这样来表达它的一样，头上是一个 T 啊，也是一样一个 T 啊，重，那刚这边阴了一点，对，没关系，一样回重，还是它进去重出去，那头会伸进去啊，重伸进去，然后。大的时候我们会出现的比较清楚了，看很多东西比较清楚了，这时候我们在头与身之间做一个分化，在哪里，头盖这里一个 S 出来，向前拱向后收，向前拱向后收，这是腮，这是头壳啊，把分两段了，一二，把它分出来啊，然后我换一个带点咖啡色下去画它的这个，它刚刚一个 T 在这里，我比它宽出来，比它大勾出来啊。如果是鲤鱼的时候，如果今天是画鲤鱼，会有两个小小丘，所以他说鲤鱼跳龙门是因为有两个龙须啊，会在这边，这里会有两个龙须，那就是鲤鱼。那一般草鱼就不画啊，它在这边，哎，等一下有两个，所以叫鲤鱼跳龙门，就是因为它有龙须啊。这个呢，这个丝丝呢，只要比原来这个丝丝呢重一点点进去，而且呢就是让它半干半湿的时候埋进去，埋在这个里面啊，它就会浸在好像。融在了这个里面去了，你看，就是鱼。那大鱼呢？当很多人看得很清楚了，比如说有眼泡啊，眼睛两笔 V 躺 V， 然后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鱼鳞了。那怎么打？啊，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小笔，你们可以用小笔，我用大笔没关系。变很细哈，要用小笔，然后呢，我们用淡墨。怎么办？打鱼鳞很简单，就是打斜纹井字形，从这里开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然后斜的这边打，交叉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啊，你看这样斜打的时候，这个鳞呢就你可以看出来了，因为大鱼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了啊，甚至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了一些腮线，也是半干半湿，跟画旗一样的时候啊，有些腮线腮的纹路会看到晒入纹路啊，这样看到，好，你看，这就是画一个黑的鱼怎么办啊？那这样完以后，我们为辅助它更立体的时候 ，A、B、C， 我们希望它更立体一点，我们用更淡一点的
蓝色很淡很淡，要比这全部都淡啊，淡淡的，淡淡啊，淡淡的。你不要它淡，因为它只要比龙，啊，来扫进去，更淡，更淡，你看更淡了，再扫一扫，让它融合起来，哎 ，A B C D， 它这个鱼呢，见肚子都让变化，肚子都让是白的变化，啊。那 A B C D 再加一层，比这个还浅，比白的深啊，打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个鱼呢，有一条很特别的肚线，就是它有一条黄线。啊，那我们买鱼回来吃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它很特别，它很特别啊，它非常特别，就是在鱼的整个中央部分啊。哎，在这里，中线，哎，它有一点黄黄的。那我们还拿着黄呢？我们把眼睛部分，我们用黄，就这里，眼泡跟眼睛之间，眼泡跟眼睛之间，我们用黄打。中间呢，它有一条黄线，啊，这个就是，这个是做它的这条线对它有平衡作用，对它有平衡作用。你看。这就是这个一个黑的鱼啊的一个画法啊，一个画法。好，现在来讲的话，我们同样的颜色啊，我再画一条，就是橘红深红，橘红深红，我调起来以后啊，我来看啊，橘红深红啊，一样啊，我们来画一个啊，一样，喂啊，起来，喂，一半，啊，好，在这里，头壳，到这里，头线。啊，完了，好，然后我们把这笔压扁，蘸水，因为我们不需要它那么浓啊，压扁，蘸水，头上蘸水，那因为这边很细了，顺着它。塞这里，前鳍，那这个鳍找不到位置的时候，先把它线勾完，你再来上它的鳍的位置。那这个线的时候，不一定要用红，我们可以用墨线，啊，可以用墨黑，可以跟任何交接都可以啊，墨线这样出来。啊，先出来，上到这里，回，再往上，回，啊，把它这个找出来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啊，这里有一条曲线出来，啊，这个是它的位置，啊，好，那一样啊。完了以后，我们用深墨点眼睛，躺下来 ，V， 躺下来 ，V， 躺下来 V， 啊，然后嘴巴，我们可以加的深一点，带点墨都不要紧，红中带墨啊。墨红与淡墨啊，不要完全用墨，用红跟墨一样，躺下来踢一二，让它融进去，头重点，头会重，啊，那像这个是侧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像刚我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这样方式了啊，就是 V 转 V 了啊，刚刚是这个是两个吸倒下来，这个是。
上开下收去啊。然后在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用现在的比斯斯半干半湿的时候，哇，它的纹可以画它的纹啊，一样效果都一样的。好，一样这边呢，你看这边一二 ABC 我们再加一层，因为这边肚子白的太多了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挤掉，就用淡淡的比较淡的红，比较淡的红啊，在这个中间辅助一下啊，画个中间色，画在这个跟这个之间的中间色进去，这个跟这个之间的中间色进去，让它呢渐次渐渐退下来，渐渐退下来啊。好，完了以后就开始像上次一样打零，我们来打鱼鳞，打鱼鳞，鱼鳞可以用墨线打，也可以用带点红跟墨来打啊，同一色系也可以，或者是像一样打的时候就是一样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中、七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好，回来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四，啊，OK， 好，这尾巴太长，要上一点啊，上，早点回。完了以后一样加，它也有黄线啊，它的中间呢也有一条黄度线啊，它也有一条黄线在里面的，在这里它也有一条黄的，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条黄线进去。好，完了以后跟我们上次讲的一样，我们现在要给它鱼白鱼肚 染白回去，这时候用白颜料头上白啊，我们打一打，最白在哪里？这里后半段，这里最白，所以向这边走，向这边走，最白，你看慢慢见不白，你看在这里最白，在这里啊，不要把到处都画白哈，不要到处画白，这里白，向后走，向前走，向上走，向上走，它渐渐的消失啊，渐渐消失，这个白，这个白，这边最白渐渐消失啊，看，这就是我们这个鱼画板。好，那么下面我们当然也有打鱼鳞什么，我们就先不要打，因为它更细致了，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它了哈啊，能这样可以。好，那现在这次我们现在来再把水草我们复习一下啊，水草复习一下。水草的话我们可以啊，我摆个腿里面啊，水草，那我们来演变哈，水草上次我们教的是松针法啊，松针法那
你看，嗯，双针法就是说，我们也没这样，啊，双针，左边，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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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一左一右，一左一右，然后再补回去，刚刚空间还有补回去啊，哎，你看，啊，双针法，啊，再来，我们叫一笔不要换啊，一个笔。头重脚轻，注意了，画画是头重脚轻，啊，你看，先重，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右边，好，然后再补回去。那我们初学画画，你不要这样的，你最好你们先打一根线，你先打一根打一条线，打一条线啊，先打一根这个中线出来，啊，你再去画它，那我们比较抓得到的地方啊，左边，右边，上边。下边，上边，下边，上边，下边，啊，总之头重脚轻，头比较重，脚比较轻，啊，头重脚轻，你看，啊，头重脚轻，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，一左一右，一左一右，啊，这就是，那这就是用线条的画法。好，它的延伸，既然会了这个，它的延伸呢？啊，那我们的颜色是什么？你看啊，一根一样哈，啊，两根，啊，一样，什么呢？把它延伸起来，它这样说变得比较粗壮一点啊，粗壮一点。你看，它还是它演变，呀，连笔，嗯。粗壮一点啊，渐渐下来了啊，这块，耶，就把刚刚的笔触呢变得比较粗了。这个水草的，这是松针法啊，这个叶子，你看它就又出现另外一个趣味了啊，你看，你呀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哎，你看。他就，但是头重脚轻，只要你注意到头重脚轻就可以了。嗯，你看，啊，你看，他就自然哈，就。哎，它就很丰富了啊！凡是每个两个交接的地方，你重我就轻，你轻我就重啊，你轻我比你还轻，哎，它就产生了前后啊，它就产生了前后，那也可以伸过来，你看也不怕啊，它伸过来，它延伸过来了，哎，它就啊，注意到这两是同一类，这个是松针法，比较细，用细线条，是用快面。但是一定要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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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出去这样来演变啊啊！同时，我们再把上次的反上呢水草啊这样子啊啊这样子，这是像海带一样的下去，你看啊，水草一种、两种。三种我们现在都综合的用出来了哈，都可以复习。那注意到深浅，不用画得太重，不用太重。一般来讲，水草在里面一定是头重脚轻，因为你从上面看它是比较重，然后远远的轻啊，再下来。那这边太齐了，对，点一点啊，点点好像可以。注意到这个就是要有大中小，粗中细，中细啊，高高低低，高高低低啊，聚聚散散，高高低低，聚聚散散啊，注意到，注意到啊，这样高高低低，聚聚散散的这个一个画法啊，这样来表现啊。那这样这个自然空，你一提字，它就可以了。当然也有水横纹走法，就是
拿了这个东西啊，就这样躺，但是不能斜。如果打水草，另外一种水纹法，就是水纹，不是水草了啊，水纹，水纹是打的时候千万不能斜，不能斜，一定要平啊，一定要平。比如说这样子呢，这样打水纹，一定 Z 字形，一二三字，但一定要平，千万不要任何斜，一斜的话，这个水全部就怪了，就怪了啊，就全部怪了啊。这是打水纹方法啊，但是 Z 一二 Z， 但走平啊，就走平啊。这个就是我们趁着的话，我们多让你们能够实验了解很多东西啊，多了解一点东西。好，那然后呢，我们看题字，看哪里觉得空啊，这里题字，这里题字，哎，这个空，或者是哪里空的时候。再压脚掌一弥补，它的 balance 就可以平衡了，啊，来，这就是我们能够画这个比较大一点鱼的画法。你再画胖一点、大一点，就是鲤鱼啊，鲤鱼就是变，你可以画很大，啊，也不过都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呢，啊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教到这里啊，希望各位大胆的练习啊，多画，谢谢。